好翻嚟。咁啊，徐少强逝世，终年73岁。咁啊，讲徐少强啊，梗系唔够啊，老萧讲啦，天蚕变女拍噶嘛，系嘛？咁啊，其实我对徐少强印象唔深啊，因为咧碍于呢一个惯性收视同埋我老母嗰啲执迷啊。咁其實咧，我哋由屋企咧個電視機由細到大咧都係開 TVB。咁即使係阿老蕭咧，即係最風光嘅同阿麥當雄咧，咩千帆並舉嘅時代，我哋都係睇 TVB。咁後來咧，我點解會覺得咧，即係我要嗱話翻幾頭咧？咁其實咧，亞洲啲劇特別係咧老蕭嗰啲劇咧，係真係幾好睇、幾襟睇嘅。就算到而家，譬如你睇佢電影《跛豪》嗰啲咧。佢幾劃時代喎，我覺得真係幾好睇喎。譬如拍《人在江湖》啦，嚇咁有陣時我都會諗㗎。咁而家蕭生30幾歲啦，但喺30幾歲係咪嗰陣時啲人老積啲咧？即係已經可以寫到浮生六劫啊，或者即係構思到浮生六劫啊，嚇、啊！即係啊，可能因為都係讀舊書嗰批人啦，係嘛啊，惡如淚啊，咁嘅呢啲咁嘅故事嚇。咁 徐少強咁，因為我唔睇呢個啊，即係冇睇，後來睇翻啦，《天龍決》《天蚕變》。咁我就好難反應到究竟嗰陣時有幾紅啊！佢不過就好明顯啦。你話拍拍下個男主角唔撚見咗，就當然係大新聞啦。即係嗰陣時我哋細個，可能係4、5年級、5、6年級咁樣啦。哇！屌你咁都得，個男主角唔撚見咗人，嗱呢個一個謎嚟嘅，究竟佢點解會唔見人？咁你話啊，係咪有人俾夠錢去或者點樣咧？嗱，其實從呢一件事咧，都睇到呢個人咧。係幾啊點講啊啊唔負責任啊！嗱、嗯，先唔好講話你嗰陣時啊，會即係其實因為嗰陣時啲戲咧係一度播一度出街噶嘛。嗰陣時即係其實而家諗起都好危險。我最記得阿、白彪啊，早嗰排個訪問啊講過嚇、嗯啊，就喺係咪01定我唔記得邊度定係01啊？佢話佢哋咧有一幕戲咧啊拍完啦。點知沖飛諗佢，因為嗰陣時電視咧有陣時好衰喎，你有陣時留意一下都好奇嘅喎。明明一套電視劇一套入邊，佢有啲錄影帶，有啲用飛諗喎，唔知點解嘅喎。OK， 一場戲佢哋飛諗沖彎咗，嚇咁嗰晚要出街喎，咁點咧？就監製叫佢哋啲人 call 曬啲人翻嚟嗰場戲，屌你咪嗱！佢之前可能係播緊出緊街嘅錄影帶，即場 live 做，即係歡樂今宵咁樣，哇！屌你老母！你唔諗壓力大，諗到你諗下嗰陣時，即係你話幾多危險嗰陣時拍劇。咁你諗下啦，徐少強佢《天蚕變》紅到咁緊要，好嘅。然後突然間個男主角失撚咗蹤喎。咁我唔理幕後咩原因，有人比較大錢你也好，點樣唔好再幫佢。係啦，拍呢套係啦 ，whatever。嗱，如果你有責任感嘅人咧，喂唔係喎，我屌好頭好尾佢做埋先喎，即係正常嚟講。嗱呢個亦都見到佢人生啊。嗱咁其他嘢大家。網上面睇好多啦，70幾年結婚一個老婆啦，跟住有第二個老婆啦，嚇喺同第二個老婆嘅時候，又搭上咗當其時未成年嘅雪梨、，OK， 咁啊生同雪梨又生咗2件，但係冇同雪梨結婚㗎。雪梨姐啦，係啦，然後去到04年啊、又同而家你個太太結婚又生咗2個，即係我哋所知啦，佢起碼有4個仔女，至於同第一個老婆、第二個老婆或者其他有冇女人咧，就唔知道。咁啊啊，喂，點解咁多女嘅？係咪特別靚仔啊？又唔知喎，係咪特別型啊？有啲女人我你哋而家唔興呢啲樣啦。嗱，由先天蚕變嘅時候咧，其實佢26、7歲嘅啫。咁嗰陣時啲人當然老積好多啦，好明顯，係嘛？你而家26、7歲，我都話啦，周潤發25歲做許文強，咁你而家你點搞你哋啊？當然我哋而家睇翻周潤發，哇，好後生嗰陣時，但係當其實睇佢已經好成熟嘅咯喎，可以孭到嗰個角色嘅咯喎。你而家40歲都做唔到嗰啲角色，你諗下馬明50歲啦，係嘛？好啦。咁啊天蚕變嗰陣時係好勁嘅。咁你話佢點解咁多女人咧？第一條命咧，第二咧，其實咧佢高大，仲有男人不壞，女人不愛呢、這個我哋講過下啦。我哋唔夠壞啊，阿正。真係壞嘅男人係點壞男人咧？唔係鹹濕，唔係口花，壞男人係要不負責任。嗯，關人撚事。趙元松。趙元松仲要中出即飛，啲女反而死心塌地，係咪好唔公平？咁撚奇怪咯～再咁奇怪嘅喎、啊，即係因為第一你咁不負責任咧嘅話咧，你咧係好多機會去嚼女，因為人係動物嚟噶嘛，你就算有即係教育過都好，佢有個動物嘅本能噶嘛。咁你咁既然你係咁不羈，你係咁唔顧後果，你係咁中出嘅中意，咁你自不然
你就可以即係博多啲女，生多啲細路。咁啲女人都中意，因為個遺傳基因好咯。咁啊，第時自己個仔又可以咁樣咯。但另外一方面，佢又覺得一方面希望自己個仔能夠得到你個遺傳，於是乎日後又可以去播種啊。但係佢另外一方面咧，佢又想希望扭轉你呢個壞男人嘅本性喎。希望中意我唔能夠做你第一個女人，我要成為你最後一個女人。咁但係好可惜啦，佢哋往往都係失望啦，係咪先？屌你，沒有最後，只有最後。屌你老母，好啦，呢個真係好遺憾啦！世間事嘅悲哀就係咁樣做咗出嚟啦。咁你話，哎，你把口咁賤就壞男人，喂，我哋真係老實講，屌你絕種好男人，真係唔係話乜嘢 ？OK， 好啦。咁當然啦，嗱，而家你聽佢咧就係話好似話有食到癌，我唔肯定啊，咁你就冇辦法噶啦。咁但係佢都仲係拍緊戲，因為嗱，我咧喺佢天蚕變質好早啊，後來佢即係我哋中意睇黑社會電影啊嘛，又拍舞廳啦，同埋阿陳慧敏，咁我趙無極啊，唔使講啦，啲十幾年後嘅事啦，即係阿周星馳，咁其實佢而家都仲係有啲戲拍下噶，即係可能做啲奸角啊，我唔知二三線嗰啲咁樣啦。咁啊，73歲，而家嚟講係早啲嘅。咁啊，呢頭傳出去啊過咗身咧，屌跟住再傳噩耗嗱，這個就淒涼啦。嗱，呢個2004年娶年輕佢30歲嘅女子。咁啊，徐少強今年咧73啊，年輕佢30歲，即係呢個佢太太啊43歲。20年前2004啊嘛，即係23歲就同佢一齊。OK， 生咗一對細路。咁啊，田雞咧就證實徐太喺為阿徐少強辦身後事嘅時候咧，因為傷心過度，心臟病發離世。哇！你話呢啲係慘啊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對細佬咧，大則10多歲，細則可能好細。咁啊，突然間父母傷亡，啊！真係呢個真係淒涼啊！啊！咁啊，當然最出名就係同阿雪梨啦。雪梨其實咧一出嚟嗰陣時，啲人就話點就話點。其實即係我覺得佢好肥大嘅啊，但係出嚟嘅時候咧，嗰喺嗰剎那咧，嗰個電視圈啊係好覺得佢係明日之星喎，呢個係事實喎。嗯啊，好似我拍過親情啊，同阿發仔同阿發哥。咁但係我就覺得佢麻麻地啦。咁啊，今日啲報道出翻嚟咧，話當年阿米雪都極度反對，梗係反對啦。15歲個女個妹，15歲。喂，咁啊，但係咧，阿雪梨就話。你咪當佢真係唔識眼睇人咯。佢話因為嗰陣時咧，徐少強有份投資一套電影叫《養鬼》，去泰國拍外景。咁啊，徐少強帶埋佢一齊出現一個宴會場合，點知咧就喺當眾咧就錫咗一啖，咁佢自此就愛上咗個男人。嗱，呢一招係得噶，特別對10多歲情竇初開嘅女人。嗯，喂，徐少強大合。在泰國紅到不得之了，你哋唔相信嘅，因為嗰陣時天蚕變喺泰國好紅啊嘛，直情啊屌啲人當佢哇屌周潤發咁樣樣嘅，好啊好啦，然後帶你出住一個靚妹都未去過呢啲場合，陣間成為萬眾焦點喎，因為你陪住個老細啊嘛，然後老細當眾錫咗你一啖，於是乎又從此愛上呢個男人。佢但係家姐咧當然係極度反對啦，啊知道件事之後咧即刻飛去。泰國講個米雪，退去酒店嚇，即刻要去雪梨買張機票走。咁當然老母都話唔聽啦，你唔好話家姐啦，係嘛？咁結果咧佢就真係咧同阿雪梨未婚，即係雪梨同阿徐少強就未婚產子啊！1983年啊，生個仔同埋個女嘅時候咧得17歲啊，生完1年都唔夠咧，兩個人就分開。咁啊，雪梨話咧，今日我睇報道先知喎。本來1986年咧，嚇佢哋咧啊諗住去簽紙結婚嘅，但係當其時徐少強就冇帶佢同前妻嘅離婚證明書，就結唔到婚。而呢一單嘢亦都成為佢哋離婚嘅導火線。世界話：屌你，點解你唔帶嚟啊？明知今日結婚，你而家有親啦，即係諸如此類啦。嗰陣時咁細個，其實即使係嗰陣時，86年。你諗下，其實佢都係16歲，阿雪梨啊，好啦，咁啊佢話冇辦法啦，盲目睇錯人。咁但係咁多年咧，雪梨就冇講過徐少強乜嘢嘅。咁原來咧，今日睇報道先知啊，
原來話佢咧係個哎呀奶奶，即係陳少強個阿媽，徐少強阿媽就希望佢咧口下留情，因為個仔個形象都夠衰夠曬衰啦，係嘛？咁啊，雪梨就應承咗哎呀奶奶，因為咧佢話我都係人阿媽，理解佢諗法。佢話對於佢自己嘅選擇，佢就冇後悔嘅。咁睇錯咗冇辦法啦，唔通掛自己對眼出嚟咩？已經 delete 咗呢個人啦。咁啊，徐少強離世咧，佢都出咗簡短十個字去哀悼呢個舊愛啦。佢話祝徐少強先生一路好走啊！咁啊，都係有啲難度嘅，係咪有情有義就唔需要去到咁嚴重嘅？咁、但係係咪啊？祝呢個字就用得麻麻啦，嚇啊怨啦，話乜都得。咁、但係其實佢同阿徐少強生對仔女咧，都好大個，好高大靚靚嘅喎，即係唔係話好靚，但係都係好樣嘅喎、即係有啲遺傳嘅。個女又話咩壯陽高海寧咁，都好似你有冇睇過？你有冇睇啲報道啊？冇啊！佢因為去參加港姐，同埋而家喺唔知上水邊間啊？唔知蘇寧定係百老匯之類啦，做 sales 嘅咁冇所謂啦，咁繼續做嘢㗎。之前參加選美，個仔都靚仔㗎，咁都冇入呢行，咁各有前因啦，即係快快樂樂就得啦。咁啊，都大合㗎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當然啦，頭先有網友話有冇天蠶變鹹濕版？天蠶變其實我唱過啦，喺度有兩個版嘅。嗱，除咗我嗰個十四號水房嗰個咧，仲有呢個版嘅。獨自在山坡，碌嘢未算粗，遇著個處女，進行強暴，行埋佢身邊，發出警告。我碌嘢有進步，衰子似細龜頭，細菌滿布。打飛機英雄，卻不願停步。染上了性病，食藥是命途。換過碌奔走，會變得更粗。換過碌奔走，會變得更粗。好撚長啊，好撚正啊！我哋僆仔時代啊，真係五六年級就唱咗啲歌，因為嗰陣時啲人無聊啊。但嗰陣時你諗下喎，喺呢啲業餘嘅填詞人咧，即係我哋填詞界啊，我哋無聊填詞界入邊咧，都好啦，押韻喎啲歌，反而係容易上口過而家嘅喎。好似我有另外一個版本啊，就乾淨版嘅，可以喺課室度唱嘅。獨自在非洲請你食咖喱，唱過多次啦，食下放屁，確係唔同味，行埋你身邊發出臭味。我揞住個鼻，定你揞住個鼻啦。跟住佢突然間曲風一轉，嗱明明又先食咖喱喎，佢衰子似山頭，勝我滿布。咁又其實關咩事咧？係啦，因為你前頭又唔係講黑社會喎，咩膽小飛膽小的水房，咩卻不願停步，冷冷十四號，寂寞是合圖。跟住唔撚記得咗啊！屌你又咪係，總言之係好撚真係好撚七彩啊，出彩啊！以前啲歌，好啦。嗱，我哋要講下呢個鄭子豪啦。嗱，佢不聽我啤你言咧，就吃虧在眼前。其實咧，由 Day One 開始，佢個回應都係 bad bad bad。佢而家鋪頭發長文反擊舊愛，佢就想嗱，佢係攬炒㗎啦。去到呢一刻，我唔知佢知唔知，定係想抹黑別人還自己清白？因為點解咧？佢有幾點我唔逐篇講佢啲嘢啦。長文佢話第一嗰、那個唔係佢初戀阿 Grace， 咁唔係佢初戀都戀過啦，對你而家佢對你指控冇關係噶。第二佢話佢啊呢、這個 Grace 啊同佢拍拖之前啊已經介入人哋嘅婚姻，仲有埋 BB 落仔添。咁你從嗱咁嗰陣時咧，阿 Grace 咧嗱係咪中學同學先？哇！即係話阿 Grace 係咁差，中學已經咁，即使唔係中學已經咁，佢都係介入人哋家庭嗰、那個家，即係人哋有老婆喎。O K， 仲要生埋仔。佢話我知道佢咁樣啊，就果斷分手，即係話接受唔到佢咁樣。O、okay? K， 好啦，咁跟住咧，佢就移居去紐西蘭。其實即使頭先嗰樣嘢同你佢有冇食軟飯，或者而家有冇包小三小四冇關係，冇關係，唔代表你真係有第二、第三個。後來我而家喺紐西蘭致力喺經營飲食啊、美容啊、網絡銷售，多年嚟一直獨自承擔家人同埋孩子嘅生活。嗱，去到呢個階段，我哋冇人證明嘅。咁嗰陣時你又未收翻嚟香港，又未食，又未同阿 Grace 行翻埋，又未識小二小三，咁你當然要負責你嘅家人嘅開支啦，或者有都唔係唔奇嘅。佢話
佢話：然而近期有報道話 Grace 支付我仔嘅學費同埋醫療所有費用，呢個都同事實嚴重不符嘅。事實實際上嗱，而家佢就話啦，幾個月前阿 Grace 為咗收集對佢自己有利嘅證據，就開始蓄心積慮去部署，利用唔正當嘅手段，包括 hack 入佢個電腦、手機，盜取佢私手機私人帳號，刪除咗佢多個社交平台，好似微信啦、WhatsApp 等等嘅對話記錄。將對我有利或者可以用作反擊的資料全部刪除，直到第一波報道之後，我才發現啦 Grace 呢啲行徑。嗱，第一，我又唔信阿 Grace 咁撚勁，就係。第二，喂，就算阿真係好撚蠢，可能係而家亂啊個人。就算呢啲講嘅全部係事實，男人喺呢一方面就係蝕底噶啦。你唔回應牛自可，你當佢死嘅，真係等啲事過去算數啦。因為咧，老實講。要今次要對你反感的人就反感了，他仍然站在你身邊的，他也不會那麼容易受影響，可能好像他比你那麼屌溝女很平常啫。OK， 你無端端出這一段嘢，這個就是你駱駝著緊稻草，你的魚圈夢碎嘅，真係可以咁講。點解咧？你玩唔緊要，甚至乎收人哋錢都唔緊要，屌你老母，你仲要趙元唱？我唱翻自己舊金主喎、啊！屌你老母，唱翻自己舊金主！你有冇搞撚錯啊？仲有你唱佢嘅嘢，你點樣去即係黑佢咧？講翻佢以前少女時代嗰啲嘢，即係我無論係真假，喂講真，佢就算同人哋介入家庭、生埋仔、話大又埋肚，係唔撚關係嘅喎。屌你老母，同你而家有冇用佢錢？你直接回應啊嘛啊嗱，佢話佢。回嚟香港簽娛樂公司發展，同時亦都繼續拓展呢個網絡直銷業務。2017年同阿 Grace 重逢，因為嗰陣時佢話已經同當年令佢懷孕嗰個男士分開，不過未離婚，話都好多年前嘅喎，佢都好多年喎，同嗰位令佢懷孕嘅男士。OK， 好啦，帶住佢同呢個男人生個仔，佢又再同另一個男友同居咗10年後又分手喎。哦，咁呢即係嗱，佢不斷講呢個 Grace 幾撈搞啊！佢同個男人生完仔分開咗，不過冇離婚，帶住同嗰個男人生完嗰個仔，同另外一個男人同居咗10年，而家又分開咗。OK，Grace 話一段感情對佢好大傷害，佢陷入抑鬱，有自殺傾向，多次想喺扶手電梯同埋元芳嘅九龍站平台度意圖輕生。於是乎咧，喂，我啱啱我哋畢竟係重逢啦，又係舊愛啊，好撚擔心佢。OK， 好啦，到疫情尾聲啦。紐西蘭重新開放海關，佢決定回流。嗰陣時，亦都由嗰陣時開始，我哋分手啦。嗱，佢話2017年佢同 Grace 重逢，嗰陣時翻咗香港嘅，因為翻嚟香港簽娛樂公司。咁但係2017年重逢嘅話，就唔代表佢長留喺香港。佢可能喺1920年嘅時候，佢翻紐西蘭，但係因為嗰陣時咧，反而紐西蘭咧就封關，就冇咁方便，唔係話唔得嘅，廿一日啊、14日啊咁嗰啲咯。不過到終於開關嘅時候咧，佢決定回流啦。喺嗰陣時咧，佢哋已經分手啦，真係奇怪啦，令到我更加覺得，屌你老母！你喺紐西蘭，佢喺香港，就冇分手喎，係嘛？反而你翻翻嚟分手喎，定係阿 Grace 跟埋你過紐西蘭咧嗰段時間？當你決定要翻翻嚟香港發展嘅時候先分手咧，定係根本冇分手過，直至你要選咗咩參選咩我是歌手？中年好聲音。中年好聲音。於是乎，咦，屌你老母，好似受歡迎喎，有運行喎，就出去食女咧，又或者覺得揸到你8899咧 ，OK？ 嗱，我唔想講呢啲，跟唔講我哋大家自己睇。佢又話：屌你老母，係好撚混亂啫，我都睇唔明咩。又話佢阿 Grace 個女，唔係 Grace 個仔，同埋個仔個女朋友都 involve 埋曬落呢一堆嘢度，俾意見落佢個仔喎，即係關於佢個仔嘅教育喎。點解我話你賴嘢咧？你係要回應曬相關嘅嘢，或者直情唔回應，就唔好攞翻幾廿年前，屌你老母！我同佢都唔係初戀，只要咸豐年代。喂，老實講，中學拍拖嘅，一般嚟講，我都當係呢啲咁嘅 pure love 都係初戀啦，即係先未用咁仔細啫。你唔通喺度數啊？屌我小六已經屌你同隔離陳淑貞，屌你老母打茄輪啦！屌你老母，佢我中意先識佢，即係你係計呢啲嘢。然後又話佢啊同我屌你一齊之前啊，佢都介入人哋家庭咧咁撚細個，即係其實言下之意就係咁樣。他是欺人來的，不值得相信的，屌你還要說到他hack入去這樣那樣，什麼都不用說，我當你是真的。阿鄭子豪，你要想你小人家嘛，男人你說出來這樣數夠人家，還是金主，你還不反院？
屌你老鼠啊！喂，休息休息休息。休息